不好吃啊？嗯，一直摇头。嗯。什么？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这还不能放屁吧？给我吃吗？给我吃，我要红薯，红薯，不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不可以啊，小气。如果你能搞两个这样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啊？你不摇头了吗？这样不是这样。啊。好了，压了。给我吃个，给一个嘛，怎么变小气了呢？啊啊，抢你的咯，抢哦，抢了吧，抢哦。甜不甜？吃饭咯。不吃。哎呀，你吃红薯呀。嗯，甜甜的。都忘记了，然后烤了还有半杯熟的。那样放屁更臭哦。你都是最喜欢看你拉粑粑的样子，脸都红完。这个吗？你看到那个黑黑的吗？喂喂喂，沙发脏了，你先吃一口看嘛。等你看电视了是吗？哦，那里有什么萌萌？啊？吃完这点走走去啊。等一下，再吃点红薯就得了啊、哦！好吃吗？不好吃，那你要吃。周周好吃，吃周周。剥皮，剥皮放我手上嘞。给阿婶吃吗？你一点点，自己剥皮。怎么剥？剥那个皮皮去。不用剥的哦。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，快点，你吃我的，我再吃你的啊、哦，给我吃一口，来，给你吃了，来，妈妈帮你剥。你是叫剥皮，你不是给我吃的。不好吃的。点头啊，给我吃吗？给不给？我给阿婶吃，来给爸爸吃一口。给我吃一口呗。啊！给我吃啊！给爸爸吃啊！给爸爸吃啊！这皮能吃吗？皮能不能吃？反正是干净的哦。给我吃吗？给爸爸吃一口哎！嗯，哎，从嘴巴，从嘴巴抠给你的，从嘴巴抠给你的。给我一个啊！那你又要看电视？你的脸啊，花花的喽！我给你搓的，头发都起来了。是吗？好不好吃？哎，帽子都摘完了。吹。干嘛？他别摸了，别摸了。还有是吗？吃完先，哦，吃完这里先。你们吃呗，你们两个吃呗。不给你烫一下，你不舒服。你还要吗？不要了嘛，不拿烫。烫烫。帮我追，我奶奶追。烫嘴巴是呗。嘿嘿，帮我追耶。
站住，吹吹，来吹，吹，来这样吹，吹一个奶奶，啊来吹，好吗？喂，你不要到处乱放啊！哎，放奶奶吹，吹一个奶奶，哦，快呀、啊，吹吹，不吹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就可以拿。站起来，伸伸就知道了。两个都高高的。站起来。站起来就抓到。放在最后面。站得起吗？站不起。哎。加油，站起来。哎，你都没站，不用扶了，给他自己站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不怕不怕，起来，给你吃一点点，嗯，起来，吃一点点，给你吃少一点，快点啊，干干多的，不吃不敢吃，啊，赶紧快快走开走开，不敢看见，他看不到就不吃的，哎这，来，哎，哎，你也要扶啊，你看我没有。哎，这，哎，你用嘴巴出力的是吗？哎，是吗？嗯，哎，放手，放手，自己走。你们两个在那干嘛？你们两个人斗地主啊？啊？你们两个人斗地主啊？你赢啊！我输了，对，输了，输了，小孩。哎呀！咬咬，你怕什么？他咬你又不痛，对。你跟弟弟来玩。来，他会按吗？不要按了，按了。来，你看，对，夹手了，都不痛啊、哦。姐姐怕的都连鳄鱼头都丢了。啊！你玩奥特曼呀、啊？嗯。哎，奥特曼被鳄鱼咬了。你不给他自己玩，给他自己玩。哦，不抢他。我叫他玩。喂。哦。你要有精力啊。咦？咦？按，第一按，按我来呀！第一按，按这个。用力，你得出力的吧？用力按。妹，你不下来，我就把你弄下来。你不下来，我把你弄下来哦。别按，俺就会下来。按哪？哎呀！快走啊！你等到那车上去啊！等一下我拉过去。他车走了，嘟嘟嘟嘟，哈哈！打鳄鱼嘛？啊，打了什么？哎呀！干嘛？打输了嘛？啊？啊，虾虾，你输了嘛？哦，把我拖地，快点！拿你衣服拖，我看你趴在地上，我以为你要把我拖地喽。那我们去拿那个拖地吧。不拖啦，已经拖干净啦。哈哈，姐姐推的舒服吗？是啊，坐那里面好久了哦。这做完那家做这家。哈哈，推的姐姐推的舒服是吧？是啊，我们推的不要。小孩子就是要跟小孩子的。什么声音？是不是你爸爸回来了？看一下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那你不看见爸买什么好吃的？他去干嘛嘞？他去买东西。买东西呀？他去买东西。那有好吃的吗？他打着去。
哟，又到外面这架车了呀！慢点啊！哎呦，好大的风！扭啊扭啊扭，好大的风是不是？吹得树叶洞飘来飘去的哦。景观天呢？青蛙坐景观天是吗？对呀、啊。他说那个天很小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像井口那么大一点是吗？里面有青蛙。嗯，那不是青蛙说吗？有小鸟在外面。嗯。青蛙他说，天空很小的。小鸟他说，它飞了几十远。小鸟说天空很大，青蛙不信，他说只有那么。井口那么大，是不是？嗯，可以去追姐姐，追呀！哎呦，追不上来！你也这样子拱屁股啊？宝宝，故意的！不要这样子走啊！喂，不走了，裤子脏完了。等下爸爸来打屁屁了吧？你不站起来就不。站起来！哎呦，好大风，走进家里面。